什么这么好？参加游戏封测，竟然有机会可以得到苹果 iPhone 4S 的手机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！就是这一款《借天 Online》，它现在呢参加封测就有机会可以得到 iPhone 手机，而且呢它的游戏品质真的是好的下下叫，玩家们可千万别错过喽！ 由玉泉国际耗时3年开发的线上游戏《借天 Online》，自从公布以来，以其超华丽的视觉表现，被视为台湾新时代线上游戏的新指标。而游戏采用次世代引擎技术打造，游戏风格运用大量的玄幻元素，玩家在游戏中会经历各种不同的风貌场景，以及战斗攻击的华丽技能特效，加上游戏最佳化的程式表现，使用高规格电脑运作游戏。 能体验画面的细腻与磅礴大气，使用较低规格电脑，一样也有水准以上的顺畅演出，让玩家尽情融入游戏的华丽视觉震撼。而为了替游戏造势，现在还有选出你最爱的《借天 Online 职业好康活动，还有机会得到超夯的苹果 iPhone 4S 手机哦。